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师。那我们先玩游戏是《天命奇印》，差点讲成《生物幻想》欸。我们的女主角呢？哦，在那个开封镖局。好，我们来做主线吧，很久没做主线了。记得哦，我们先去前面那边。我们要给一个 NPC 龙警察。大家中秋节快乐啊！龙警察，龙警察是这个吗？好，给了。那我们直接到开封镖局喽。7点。存档，好，讲。开封镖局都是大男人，这风格有点太冲心了。我们共让管理共处一室，称贺体统。你怎么躺下了？今日真是累死小爷我了。有床可躺啊，正好休息。那床只有一张，你就这样大大大的躺到睡床上，那我怎么办？我大人有大量，不介意你睡我旁边。你这躺下挺干净，大不了我把被子让你给你铺地板。这家伙分明故意。好。睡就睡，本姑娘怕你不成。有床不躺，是要睡地板。我只是逗着玩的，想不到还真躺下。糟糕，这一赌气反而正中这家伙的计谋了。第一次和男人靠这么近，我……啊！你笑什么？你真挺有意思，看起来娇弱文雅，其实骨子里极不服输，非要争个输赢。彼此，你看起来聪明狡猾，房子都不爱吃亏。事实上，比谁都热心。要不是你锲而不舍的追查，开封镖局恐怕至今都不知真相。这么说起来，你这个人还算不错。不，我只不过与夏卡特他们相识一场，不想让他们死得不明不白。你这还不算好人，那这世上还有谁算好人呢？哇，这要选什么？我想想看，我不想选错选项。好，选他。你怎么把这个给忘了？其实这三生三世印说穿与你无关，你大可放手离去，但你非要留下来帮我一起追查，究竟是为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遇上的我就管定了。至于找到张玄心后，也算给高峰飘去一个交代了。这魔女教要制作三生三世印也与你无关，为何要留下来帮忙呢？魔女教的人当着我的面杀死我婶娘，光是如此。我无论如何都要阻止他们继续为恶。原来是魔女教的人杀了仙女姐姐，我还以为是张全心下的手。婶娘从小把我拉拔大大，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从小我身上的护身符都是她求来保我平安的。仙女姐姐对你真好，有点羡慕。看她穿着打扮，仪表谈吐，应该挺多人想讨好她的。为什么说出这种话？
啊，算了，站下油门来念念经，我还是别追问太多。先前送你的小心佛也是保平安用的，你千万得时时刻刻带在身边，他真的可以帮你挡灾的。如果几年前我早送你那些小男孩，一切会不会不一样？说到小心佛，他眉宇间出现一丝悲伤，为何？他是小溪村明明说过讨厌的男孩，这是口不对心。我说这小金佛看起来价值非凡，我也没有真的帮你找到玉佩，你为何要给我这么贵重的谢礼？可能是因为你的言行跟感觉和当年那个定亲的小男孩个性有些相似吧。你是说在桥上乞讨那个人？不过不是落魄时候的他，是最初和我定亲的那个小男孩，那个自以为是得意自满啊。原来你是这样看待我的啊。一开始的确如此，但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了。那你现在是怎么想的？但我想，要是那男孩一路顺遂的话，应该就是你这个性吧，就像是仿佛看到小时候的他一样。不行，振作一点，这家伙聪明得很，千万别被看穿。定亲之事是双亲上次决定的，那为什么要把小金佛留在身边这么久？因为小金佛求得不易，价值昂贵啊。就因为这样，就因为大相国寺的小金佛机会难求，除了得持宿七日，还得日日沐浴净身、抄经念佛，才有机会得到方丈青睐。这个原因，你不是累的吗？话还这么多，快休息。胡说，小金佛怎么会随手送出的东西呢？如果不是你，那小金佛我是不会送人的。毕竟那原本要给那小男孩的信物，这样把信物给我，你不会介意吗？没关系，不知道为什么，除了你以外，我也没想过能送给谁。像你说的，我待在身边这么久，也许该让他换个主人。我真心希望他可以保你平安一世，千万不要像那小男孩一样离开。啊，你口气这么严肃，总之换句话说，你把信物给了我。他现在只是谢礼而已，才不是什么定情信物呢。我可没说定情信物四个字啊。这家伙，因为在拐我。反正只是谢礼而已，你要怎么想随便你。我累了，先休息。随你想，我要睡了，别跟我说话。哎，我在想什么啊？睡了睡，神娘，你可要保佑我今天睡得好，明天还有事情也做呢。你们看到您捡钱吗？延禧，严乐，你这疯婆娘竟然藏身在此，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总算让我找到你了。别冲动，你要做什么？臣不由。你这小子说一口大话，好，我就来会会你。如果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信我，只好先打再说了。暗枪吗？看清楚，他可是杀人不眨眼的疯婆子。拿出你的真本事，免得尝到苦头。没想过，蛮强的。上！太难了！老夫瞧瞧你的本领吧。我给他那个，应该给那个镯子啊。太大了！好强啊！中道剑士，可恶，没闪过！让老夫瞧瞧你的本领！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镖头果然不是能随便胜任的，实在了得！
有一次跟我外出时买来的，我绝不会认错。说，这手镯你哪弄来的？不错，刚出开封镖局运酒，殊不知被魔女教的人用来走私，后来东窗事发后，全被他们杀了灭口。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此女人在炎热，乃是魔女教的使者。当初他把众多镖师还有锦四个给杀了，我不知道炎热是谁。我不会认错的，还是话说灰，我也都认得。平静一些的吗？确实是一般不会武功的人。老乞丐曾提到阿喜对玫瑰香味有特殊反应，哦，这个就是因为之前有做支线的话，才有这句话。王子。杭州铁布买吧。好，陈格挡。不对，我需要帮忙。材料清单。丝绸、骨毛、麻绳、网、丝绸、丝缎跟骨毛。好，我们看一下角色人物那边。还没解锁、啊、你在想什么？我都猜得到。可以放什么、啊、要放什么呢？嗯，好，我查一下放什么好了。都是钱。哦，有王子了。
春秋书卷。氧气路。好，我们查一下那个要放什么。好，我们知道这个要怎么弄了。要放那个春秋卷，好，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就学到这个正脉心经。这个剩一下好了。然后心法，体重44，哦。好，我们用这个。好，这一集先到这边好了。材料都找到。好，那我们再到这边啦。喜欢我们当换频道，左上方的图片按下订阅，可以欢迎到粉丝页按的赞，以追踪最新消息。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即可打开，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就有收到通知哦。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拜拜。